过差不多过半月的时间，咱的王乐社区就要来采收，大家非常关心销路的问题。面对中国政府宣布暂停咱的王乐社区的出口，农委会有提出应变的方法，要来拼五千吨外销去其他的国家，两千吨在国内做加工，另外要来加强咱在国内行销，要全力来打通咱王乐社区的通路。我会全力的要求监督农委会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。除了安尼，咱嘛来要求农委会应该要来办理政策性的往来失去的收入保险，每一公顷保障咱的农民上少有40万的收入。就是讲，咱尽量来拼，尽量来拼内销、拼外销。如果卖了较好的价钱，咱足欢喜。但是如果收成无理想，每一公顷的收成无到40万，安尼，迄个差额就由保险金来补。啊，大家爱缴的保险费，咱嘛要求农委会爱来补助一半，减轻咱农民朋友的负担。我也要求农委会用上紧的速度来研究相关的办法，确定以后来公布，让农民朋友加一个选择，加一个保障。面对这个挑战，大家难免会烦恼。我是大家选出来的立法委员。请大家放心，我绝对袂予大家孤单去面对这个问题。我会甲大家徛做伙，共同来面对，共同来解决。咱农委会陈主委嘛真用心、真骨力咧推动相关的方法。咱真侪伫外地的朋友拢敲电话来联络，希望来买咱往来食客，来协助咱的农民。面对未来，我袂去画大饼，但是一个危机。嘛，真可能是一个转机，咱大家做伙来拼，相信咱的往来食客一定有一个好的成绩，咱大家会使欢欢喜喜，伫台湾过好的日子。